还有回音耶，甲龙宝宝滚啊滚，咕噜咕噜，可以写教辅噜。我老师现在都会出功课，在我们家里，而且那个是儿歌，我要抄儿歌，要抄。甲龙宝宝一直滚啊滚啊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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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咚啊咚。甲龙宝宝滚进池塘里了，通！哎呦喂呀！甲龙宝宝很努力的游上岸，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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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啪嗒啪嗒啪嗒。甲龙宝宝终于爬上岸了，擦擦擦擦！我干嘛直角啊？我可以看我的纸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是这样子，要跳的这样子，大家都会这样跳。甲龙宝宝哒哒的滴滴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滴哒，甲龙宝宝掉下了眼泪，可是。